给到李汉森，由他来决定这个快攻，很有创意的给球给到了简伟如，韩刚的三分雨开始下了，下到台啤要喊个 early time out， 这个第三节打不到两分钟，分数被拉开66-58。好，各位朋友注意安全哦，小桃皮马海报。后面有鬼，终于成功完成超节，在前面马戏准备灌了喽。这个秀位的程度啦，实在是已经超越场上所有其他的球员。林伟汉拿下大三元的那场，阿巴西。大三要靠他的一个超节了，哇！成功干扰到台啤的机会，三打一，来看看，给到了黄镇，剩两个球权，快攻也让人家肾上腺素。带动全场观众，真的大声点，气氛大师啊，带动现场气氛，107-100，你看现在两队只差五分了。到北体对台师，差不多就是玉龙对达兴的意思了。对。好，太阳队成功的防守，马龙用。洪俊彦的妙传。哦，洪俊彦很喜欢做这样子的助攻啊。哇，跑起来的马龙真的是一尾活龙啊！哇，彭俊彦，哇，这个球给的高度也刚刚好，没错。这家班教练以前在带达兴的时期哦，很爱用的一个护身跟球。是暴扣了，是陈文宏无私的找导传球啊，对，洪俊彦是一个 lead pass，